各位护法信徒，大家新春吉祥！欢迎大家在马年的新春回来到佛陀纪念馆欣赏我们的烟火秀，为自己点亮新年新气象。在烟火释放之前，我们感谢今天赞助以及护持烟火的功德主有何玉林功德主。何玉林功德主、张秀娇功德主，感谢有你们点亮烟火，为我们带来新年的希望与光明。今年我们烟火的主题为光照大千，希望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在欣赏烟火的同时，也能够祈愿点亮自己的心灯，让光光无尽，照遍三千大千世界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倒数来点亮今天最灿烂的烟火。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开山中长星云大师给我们的新春贺词为俊成万里，祈愿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能够成为一匹千里马，勇敢直前，万里奔腾，向前有路，俊成万里。社会和谐，是。